北区作为天津的主城区之一，轻松落户，名校高录取率，城市发展价值红利迎来了全国人的关注。天津自古拥有近代中国看天津、百年天津看河北的美誉，但是在房产市场一直低调的发展。2018年至今两次连续七个月零供应，直到2020年迎来了价值爆发期。河北区王串厂板块20年无新社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期许。从1730年到1991年，从东开到王串厂的名号更迭，也经历了从村落、胡同段房、平改楼房的三次人居变革。当蓝光遇见王串厂，第四次人居变革开始了。蓝光拥锦府的到来，填补了王串厂新时代社区的空白，成为了区域内仅有的新时代社区与纯洋房住区。2到3公里的范围内覆盖了天津站、天津北站两大火车站、四条地铁线路，并且2到6公里的范围内可拥享六大商圈，蓝光拥锦府可谓是占据了城市的核心腹地。随着蓝光拥锦府的热度走高，11万王串厂人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仅11月28日售楼处当天，出现爆满、限流、人挤人的盛况，众人对蓝光拥锦府有着非常高的期待。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深度讲解一下蓝光拥锦府的八大核心优势。千亿蓝光，双上市房企，全国400多项目，拥有百万业主，主城腹地，中心难再有，不可复制。纯洋房住区约 1.7 超低容积率，东方建筑，宋式美学，屋顶重檐，少有的智慧社区，四重安防，三重排水，三堂为骨，五院为魂，再现拥锦八景，丛林探险，儿童主题乐园，80到130平米宽径洋房，130平户型南向面宽达约10.3米，全龄空间，健康规划，全屋收纳。家宝物业20年，全国 TOP11 生活家服务体系，24小时无忧生活。从府门到户型空间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蓝光的用心，体现在蓝光品牌、建筑、社区规划、纯洋房、智慧社区、东方园林、户型空间、家宝物业八大方面。我们不难发现，蓝光拥锦府作为蓝光的诚意之作，处处透露着精工匠心。在服务方面，更让我们体验到了家宝生活家服务体系的严谨、细心与耐心。在大市场环境之下，蓝光拥锦府此类项目少之又少，是整个河北区不可多得的洋房住区，其未来潜力价值将不可估量。